好了，都看左边了，都看左边了，来来来，因为我看你们很茫然，你看，好，三位一起去看左边哈、哦，谢谢。现在呢，我们小队长更上一层楼，更成熟，更稳重，而且有伙伴一起在音乐路上迈进来。中间麻烦中间，谢谢。好，但是不变的呢，是他那个腼腆的笑容哈、哦，还有他投入音乐那个让人非常感动的声音哈、哦。来右边麻烦，谢谢。好。好，我们谢谢两位伙伴，谢谢两位老师，谢谢。我们让广仲独照一下，谢谢，感谢，请回后台休息。好，我们请广仲一个人，吉他帮我们收一下好了，来，让他帅帅的登场。今天呢，小队长升格为卢广仲 2.0 版哈、哦，这个大队长的 style。好，也要吉他吗？好，来，麻烦，不好意思，谢谢。好，先背着你的吉他，你的音乐伙伴。当然呢，在这段时间里面，除了继续的创作之外，广仲也重新的思考这个音乐啊，对他自己的重要性。那当然呢，还是要继续做出好的歌曲啊。所以这次的专辑呢，是好多的惊叹号 ，waterfall， 让大家呢继续感受到广仲的魅力，以及他对音乐最投入的那个初心。也请各位媒体朋友多多帮我们支持卢广仲的最新专辑以及全新的小巨蛋演唱会的讯息。好，谢谢，来吉他帮我们收一下，谢谢。好，来广仲摆几个帅气的 pose 啊，今天很难得，你穿的是西装笔挺的哈、哦。好，假装自己是名模哈、哦，虽然有点难，但是你想象一下啊。好，好看一下，哎照，哎帅，哎好，嗯嗯、啊，好还好，嗯，好，加油，谢谢，好看，照顾一下每一台摄影机。好，名模不会比这种手势的啦，名模都是插口袋啊，对，想，对，想象自己是王阳明啊，快点哦，右比赞嘿，右比耶嘿，好，不要笑，试试看，试试看，讲到现在你在拍 GQ， 对，啊，算了算了算了，不适合。好，谢谢升级版的广仲哈，还是让我们好感动。就是为什么要活在当下，就是因为。你在每个当下完成的事情其实都可以鼓励到未来的自己，所以我很感谢那一天在周末然后的小虎跟我非常感谢，因为他一直带给我今天力量这样。对，这个小虎老师呢绝对是卢广仲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一个贵人，对不对？好，我们稍待一会呢也会请小虎老师上台，我们先来看看到底在这段过程里面卢广仲做过哪些重要的大事。你的人生有真的好多惊叹号，惊叹号。你出道几年了已经？其实好像快要十年、啊、快要十年了，哇，你这老屁股。好，来我们来看看人生惊叹号。来，这里我们有许多重要的事迹跟广仲有关系，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回味，因为广仲真的好久没有出唱片了。广仲的人生惊叹号有哪些呢？来，我们看一下板子上面有2008年5月，那个时候呢你穿着一件很简单的 T 恤、哦、然后呢出了一张创作专辑，其实之前你还有几个单曲了，对不对？对，好、哦，那些单曲就是独立发行的、限量发行的，终于到2008年出了然后转眼呢，3个月之后呢，就办了演唱会这个只在发片后88天，3000多张门票销售一空。更厉害的是，2009年6月，他就得到了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和最佳新人奖啊！当时穿着一个斑马线的服装啊，非常的可爱，很时尚。再来2009年又有专辑，然后还有演唱会，当然也上了小巨蛋。这里面哪一个你比较有回忆的？都很有哎、欸，都很有哈、哦，就看到照片好像就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对，回到那个时候，你看这些好多歌迷哦，对不对？有哦，这当时他们都陪着你哈、哦，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次创意，就是在2011年9月啊、哦，当时是史上最早的早上6点半。对。的一个万人演唱会，差点进警察局，唱完。对呀、啊，而且你真的把大家整死了、啊，这么早办演唱会哈、哦。好，这些都是卢广仲的经典回忆哈、哦。更重要是现在有全新的作品，恭喜六月啊，全新的专辑《Waterfall、yeah.》No.1。好，同时这个专辑呢也是现场同步录音的概念，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对，就是刚跟我的团员们，然后一起把专辑所有的歌。用原音，这因为这是其实走蛮民谣的，然后它的哨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它的鼓其实只有一首歌用鼓棒，其他都是鼓刷，是，然后用比较 acoustic 的声音呈现啊、哦，然后每首歌的故事都是也是就是扣着我们的生活，然后这次的也有新的题材，
就是我有写到关于游民啊的这种以前没有过的角度的题材去看这个世界。好，所以呢，这张专辑呢，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也恭喜你过去已经创下过这么多的回忆。好，工作人员，谢谢，帮我们把这个收回去哈，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真人出场，在这个加油哦，要做完全准备。胡歌送上什么礼物给广众？我们今天就是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广众。哇，超巨大的，我的妈呀！好，来，我们请小虎哥送上一颗超大的金蛋，天哪，这个道具也太华丽了。好，小心我的帽子啊！离我远一点。哇，上面有好多广众的元素，来，你来到前面看一下，有你的袜子，有你的那个发型，还有你的那个眼镜，这样子哦。哇，老板，你这颗有再大哎，该不会陈绮贞在里面吧？一二三。想太多哦，你还点吗？这还不错，对不对？要浮夸一点嘛，好不好？不要一直这么文青嘛 ，OK？ 但这颗真的有点浮夸哎，小五哥啊，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来会这么大，是不是？哦，我告诉你，宽宏艺术有心呐、啊，我主持宽宏艺术很多记者会，这个道具，这个蛋是史上最大一颗，真的，他们以前都小小的，你知道吗？姜惠的都没那么大，你这一颗算很大，就我心数。谢谢林老板，林老板。哎，谢谢林老板，谢谢那个豆腐哥，这样子给你们这么好的华丽的阵容，刚好端午节立蛋的时候也到了，顺便庆祝端午。哎，两位请合照一下，好，我帮你们拿麦，谢谢。好，来，工作人员帮我们小虎哥，好，谢谢，可以。好的，各位，在这个大金蛋的带领之下，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哦。6月15号中午12点全面起售，全新的卢广仲的演唱会就在宽宏艺术的举办之下要跟大家见面了。好，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华丽的金字招牌的金蛋，代表广仲呢在演唱会的市场绝对是一个金字招牌，他绝对会带给大家最好看的节目跟表演，还有创意。还记得他过去曾经倒立的出场啊，那都是演唱会史上的超级经典。如同刚刚小虎哥说的，他自成一派，没有人可以取代，也没有人可以模仿。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还是要祝福的吗？谢谢，就祝广仲他的这个作品，还有他的未来，都像这个蛋一样，永远都给我们一些惊喜。Yes. 永远都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是太棒了，朱广栋，谢谢谢谢，永远给我们惊喜哈、哦，金光闪闪的金蛋，来换你跟他互动一下，你来拍几张照片哈、哦，你这么可爱，你应该知道怎么跟他玩会比较可爱，勾追一点，好不好？来，麦我帮你呢，有想到怎么拍？好，来。谢谢我们宽宏艺术呢，特别为了广众做了定做了一个超大的金蛋哈、哦，非常有气势哈、哦，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今天是广众双喜临门的日子，经过了这个当兵啊、退伍啦，有一点撞墙期啦，但是呢，如同小虎哥说的，就撞也撞出了音乐，做出自己的风格，走自己的路啊。那么同时也希望他不只是成为一个偶像派，当让很多人崇拜，他也要影响这个世界，自成一派，那么有自己的风格，能够用他的音乐跟世界也对话，写出不同的主题，令人非常的感动啊！谢谢老师的这个期许跟带领，让卢广仲呢走出啊比较低潮的时刻，然后呢走出全新的自己。好，谢谢谢谢。好，来，接下来来麻烦你来剥蛋壳啊！这高难度。好，谢谢，有没有很开心？有啊，这个道具真的很华丽耶！你要不要带回家做个收藏？你家有地方放吗？不要浪费啊！哦，好，广仲这次出集呢，我们还有一个很意外的惊喜，就是你从台北走回台南，什么状况？他其实就是我去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是还在就是刚刚讲很低潮的那时候，所以我就想说，透过一个跟一直习惯的生活步调不太一样的一个活动，是就是走路回家，是，然后来打破，看可不可以有一些突破还是什么的，是。然后其实我在走路过程中有蛮多心得的啊、嗯，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背包啊，在我因为我总共走了11天，然后前3天都觉得很轻松，可是到了后半段就会觉得那个背包很沉重，然后就是觉得我很想把那个背包丢掉。同一个背包就越来越沉重。对对对，因为重量是一样的、哎，是。可是走到后面你就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累的罪，嗯，可是。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把那个背包的袋子拉近，靠近我的身体，就是有点像是
把那个背包跟我融成融为一体。嗯，然后在那一刻，我居然发现那个背包就一点都不重了，所以我就让我想到他这个背包其实很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让你很痛苦的回忆，或者是你的生活上的负担。是，你越想要远离它，其实好像会带给我更多的痛苦。可是往往在你拥抱那些痛苦的当下，他就一点都不痛苦，就释放了，对不 对, 对？要勇敢面对这些负担。好，有你这次的名字的 Waterfall， 来，我们请准备饮料，来，我们让广仲来一个仪式哈。好，从现在开始哦，广仲，你的心也要解冻 ，OK？ 继续拿出你对音乐跟人生的热情哈，让我们融化这个冰雕 Waterfall， 正式上市，来，恭喜广仲，好。先拿着酒瓶来合照一下哈，谢谢。旁边老板娘还教他怎么摆 pose， 立马都拜托了，以明星呢。老板娘好可爱，好，准备了哦。三秒钟之后，我们让广仲自己来倒属于自己的冰雕哈，用他的热情啊来融化这个世界，继续带给我们灿烂的笑容、温暖的歌声，最重要的是 waterfall 最好听的民谣。继续请广仲加油加油，好，请到三二一，嗨，比较对，嘿，谢谢。好，好，再来啊，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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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再来啊，来就来了，再来嘛，这个不是，错了，这个不是按次计费的嘛，对不对？好，那继续来，继续来，好，继续来，耶，气势给他，广仲加油。冰雕合照一下，因为颜色变了哦。现在我们有黄色的液体在里面。Waterfall 全新的专辑，请大家多多支持。6月15号开始在宽宏售票系统，还有部分的便利商店都开始售票，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广仲回来了，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带来更多的好歌，让我们一起呢，在这个愉快的夏日夜晚啊，跟着卢广仲四次攻蛋啊，围成圆圈，放松心情，听广仲唱歌。好，谢谢，太可爱了。好，广仲加油加油哈、哦！来，最后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就是，对，希望大家八月六号都可以来小巨蛋，然后我们一起 疯，是不是讲？是讲这单字很危险，疯唱整晚。OK， 好，请大家一起来支持卢广仲。再次谢谢各位的光临，谢谢，谢谢大家。